你想要什么啊？我帮你推荐一下吗？熊猫的布灵布灵的，价格便宜便宜的。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新款。哇，我的妈耶！你看一下这边这个紫色和这边这个情侣色，半山半水的，肉质特别的干净，很细腻。有没有毛病？我看一下。 完美，超级完美，一点点毛病都没有。里面的手镯我都很喜欢，都是那种比较小清新的，很干净的那种蜂窝的。我一看过来的话，我觉得演员还挺好的。首先这些的话都是很符合我们家姐姐们的啊，没有任何的纹理，很干净，很干净，连棉线都没有，棉的话全都是挂开的。我看一下这个多大，口径还可以。哎，58的啊，最好我们家也有姐姐。 最近喜欢收一些57、58的圈口，这个货漂亮是漂亮，价位有一点不贴心啊，稍微小贵了一丢丢。本来开这个价的，我给你打友情价嘛，这个价喽。6万8。对啊，货确实挺好的。整水也好。这个不够，算了吧，我不谈了。你给个卖价嘛，老板娘，卖价来。没有卖价，你看喽，看多少给多少。你打个卖价，你打个卖价，不用打那么高，都是天天来买货的。看多少了，小姐姐，有没有机会开个张哦？这个价钱，3.6。 行行，差好远，差好远。可以的啦，差不多啦，头都差了很多。把头变一变。<笑>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说。我第一次来给你开，开张，下次我多多给你开张，好不好，姐姐？幸好我还给你打了一点点的虚价，我要直接给你打个卖价，你不砍死我。你来个卖价嘛，行吗？你打个诚信的价钱。差好远的。可以的啦，我打的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啦。这个，你那个本钱都不够。你那个价格太贵了，没人看，我跟你讲。 差不多合适，我就给你开张了。行，本钱都没到啊，真的，我拒点，差一千，不用差一千。可以了，老板娘人长那么漂亮，怎么那么难说话呢？这个价喽，差不多差那么多，是不是差10000多？差不多，这个也好像是没来之冰。实话实讲。对啊，我这里面的话，所以价最高，我直接跟他说要水头的，就这个性价比是最高。今天那个拍起的，我刚刚拿过来的，真的。 我直接给价，都比你高哎。总价行的话就给你开张，不行就算了，就一口价了。你要是你卖的话，你帮我问一下，不能卖就算了。可以的啦，姐，下次我不能多收一点货，好不好？问一下你不会怎么知道有没有机会。不用问，来来来，手机拿起来，问一下。好好给，好好给，这个价我不用。就这样子啦，没有多的预算了，就到了。最高的价位，可以的啦。下次都来买一点货，你第一次圈住我，下次我还来你们家，我们家粉丝很多的。我姐姐这么会砍价，你怎么知道我这样一点吗？真的没钱赚，有钱赚我就出了。我们家的粉丝超级多，看高一点。可以啦，差不多了，行的话我给你开张，正好的话我们家最近有一个姐特别喜欢收57、58的圈口，
这只的话是58的红金圈狗，性价比品质是非常高的。真出不了，再谈谈其他的，可以了，好几千，再来，差了好几千。喜欢认识的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绝对是捡漏啊！